我们心满为敌，所以来正经一个，往家开门的树下顺从来下树。到时间了，俺那下树，家门也可闭一闭，那个期盼总可以一起去听听。到时间来，都是那俺还得到财产，这款俺要办处理。大哥。 小姐，你千金贵女呢，哎呦，提提叫叫，太麻烦，上了做马家。大哥，大哥，爱啦。我爱嘛家。爷啦，那父亲哪会讲那个来未婚夫、吃破天亲，这个他肯是贵耶。好，你看，我这千金小姐，今日不能来等对的哥，但是阿爸已经好，当古板，我给哥来同意，你要分金来莫爱，一生见面莫分离嘛。 俺娘，俺想俺想，俺最唔怕的你狗嘞，你一说个，伢把那个戏拍，赶紧换个房间皮带，哎，你看到这是穷鬼呀？开始来了，开始鬼呀！我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破气，但是父亲嘞，伢俺娘讲，既然有老古板，俺弟弟的婚姻太是自家做唔得落一天，俺无家不给。 阿爸爸强强来变来，俺要办一张好。俺老公，哎呦，事情都简单啦、啊。阿爸爸强变的，阿我娘变的呢。俺两啥含关切，只有你的爱比听听，不如俺你俩哈神秘祝寿饭。神秘祝寿饭，到时。这要是阿爸爱变来就为难，跟俺对表哥意呢。 好玩。
才能堂堂受差，半年前的供化糟蹋，爱心想每日前来请太小姐，过一个清楚，过一个详细，要招一日，再来要讲好再发，再来土地维持啊！不跟看下去，可能会答应。落雨，落雨，看下看。你咪，阿爸看到诶，你是档案时，你穿过不难时。秘密取人的微本钱，老金六三亿，同开讲。跟你兄弟买的。哦，来兄弟，要八面了，哎，都雷掉了，雷掉了不？绿松受差，在宝凤拿凳，离开登高。然后呢？然后发故洞带路飞噶。好，太厉害了。秀姐，你是要哪个单位？你说你那对海回首的话，也是很个奇异，因为爱看到人未婚妻立面，老得改表哥两三年，两三年，桥内安天，梦差做出，做出所谓那个事情。家雕啊，你唔通想法这样子，我唔知我外大姐做出这样的行为，用过你想看吗？今日我把自己的脚步打草，是因为看你的身份未当起，男子汉大丈夫，叫自己上进，你唔通离开，继续留伫咧阮丁家，三年一考将近到位，家丁啊，你先随我吧，往前行时已经我通好做，到这个时阵，你来到宫中入座。回转丁家，就你一个心愿，也会当接阮大姐的嘴边。三年一考上多，啊，那个离开的方便共喊话的无？人家跟你笑啊！哈，感谢水云小姐，不通对我安慰。好，从今以后，我认真勤读圣贤，三年一考，我上进赴考前去，又管我做工花像太上啊！原来你郭东阳。嘿、hey, 小姐你是我好好来收起来来收起来嘉宾啊水哥你做代志就是这么冲动俺讲金属就爱看吧一步一卡紧一支草一点路我请小姐你的安慰既是一次好来带菜店家三年一课来替我油管合作费准店家前来我就听你这句话多谢小姐是费准费准前去你不能不再想了爱弟我要坚强我心惊一步Thank you.
来一起量我，不过你一条路唔好钱，阿哥就该讲，才省钱就为王。暂时你讲租车，就往电影楼啊，就会日后就会无前途。不过阿哥个讲个话，我就爱听，也用就无。阿哥就亲像世态炎凉，也按通宵了我哇。今天风雨。阿哥出外去，一分钱回来，才此事好意思了。熊总回来了。阿老妹啊，阿哥啊，做了看莫该欢喜哦，莫该莫欢喜。发生哪个事情啊？当然有事情咯、哦。阿哥对面的东厨师又讲俾你听，你又唔明听。阿哥你下定家嘅老后故事唔听，阿想讲形象有办法按你去处理。用白医师，我用来处理，你做唔得处理嘅嘛？冇个医师认得，系啊，阿你阿下技术师，阿我认得，阿下叫只老外啊，当然，佢一行总系见得，阿来打探到，佢下向来去，我来去数天珠，天珠数到，身上一天都有钱，人家本行系做乜嘅？本行租车啦，散车啦，租车，租车就爱抢，阿哥啊！我是想来吃些羊肉做么咯？你就爱想来做菜什么料事啊？你懂个数数数，岁数行三张错啊？岁数行三四只事，你要跟我出差啊？你要想困难嘞？当初阿爸阿妈提示，无依无法，那咩阿哥，我想到阿哥的铁路，你哪有可能到两下做个生意状态？你莫去做得啊？莫去啦！四出三错，你也对爱不起。哪个讲？哎，你亲熊妹嘞，用办味道，我上面来金钱，熊妹这个大坏感情啊！阿哥亲像师太，奶奶莫去，跟人爱是你不是爱，我唱得歌数吗？当然唱得歌，我拢讲哦，你跳前去，我好乖乖让你听数。好，到你阿来，阿哥的话哦，我讲阿弟。我来做，那是黑白来定来哦。我拢听数啦。我就来唱，快去，快来去。哎呦！那老妹可比我一只白病哟。我那想要得到数的东西，我一天要得到数，我那无得到数，连我自家亲生老妹，我也爱去牺牲。好啊，Yeah.
诉诸那千难人，诉求风回答那莫来哟苦啊愁。因书头资料，也用金名片、千元八袋，赶快回家要紧啊！上岸，小姑娘请了，老爷我请了。你主动来为什么啊？我主动也去路，当然有原因。你书包干嘛要东西？哦，该帮忙哎，要包这些钱。那钱我当时要，佮从表下来，你做一做，马我张。一共发出十里路，千元那个辛苦赚来的，用把个母一母师，老一母相识，那千元都不用下来的。相识啦，我无讲就唔相信，你千元说少挨计啦。哎，再钱就搬来。讲话阿唔帮，难道你在做什么？这阿无讲哦，太戆啦，这啦。莫非上来阿咪你个手机，用把个孙杨个前途？都要阿堂阿几天丢到落水，那么好，也个有方法为呢？赶紧拿刀来，恐惊个性命难保。现在丢到落水，不是恐惊啊！